點精神？你係咪風象星座㗎？我唔知道，我係雙子咯。煩嘅，比較麻煩嘅，係咪㗎？我唔識上下星座。Exactly 同我一樣。你係咩？你係咩？我係金牛咯。金牛，哇，好固執嘅。我都係雙子。你都雙子，我係金，好多偈傾我。所以做呢一行其實都好多雙子嘅，真係，即係一有兩面啊嘛。咁其實做 artist 應該係要多面，咁觀眾或者樂迷先至可以體驗到更多嘅你。所以正。Very good。好啦，今日咧同阿黃淑曼咧，除咗會玩AB 老師之外咧，仲會玩呢一個遊戲嘅噃。佢同我好夾，佢同我唔夾。啊！佢同我好夾啊！佢同我唔夾啊！喂，其實你問下佢，咪知夾唔夾咯？係喎。打破兩性距離，極速互相了解。我要 speed dating。我想問啊，會唔會呢個係你史上第一次嘅 speed dating？ 我真係冇去過 speed dating。其實點樣為之 speed dating 咧？即係話大家坐埋就開始要極速，希望通過一段好短嘅時間互相了解咁樣。冇試過喎，真係。未咧，係咪？係。但係喺英國讀書嘅時間咧，會唔會好多狂風落蝶都會走埋嚟主動拖埋你㗎？咁又唔會拖埋你嘅。坐低，你食緊喺 canteen 食緊飯，跟住一坐落嚟 ，hi 咁。我係 Peter 啊，嗰啲。好似又冇喎。都冇啊。冇 ，OK， 真系冇，我都想有啊！咦，你呢啲機會我？哎呀，即系嗱，你記住啦，猜餐我是誰啊嘛！啱啱講完嗰個未必係黃淑曼嚟嘅，聽日可能我唔係好中意嘅，變咗已經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咧就 speed dating 嘅對象就變咗天印啦，喺度，係咁啊，睇下你哋兩個可唔可以喺好短嘅時間裏邊，大家可以互相了解到對方究竟係咪大家嘅價值觀係一模一樣。金牛同埋雙子睇下咩咩，其實應該都近嘅。我唔知喎，因為金牛喺雙子前面嘛。係啊，係咪先？但係我唔知嗰個星座夾唔夾嘛，就透過呢幾條問題睇下夾唔夾。好的，嚟啊！好，第一條題目啊，就係你喜歡睇愛情片定係睇恐怖片咧？如果揀嘅話 ，OK，OK， 三二一，恐怖片。開個好頭啊！平時真係中意睇恐怖片嗰啲人嚟嘅，我瞓唔著就睇恐怖片嘅。你瞓唔著先睇恐怖片，你咪玩嘢啊！喂，呢個瞓唔著，瞓唔著點解無啦啦睇鬼片、血腥片、災難片，全部都。你係咪睇完咗之後覺得，好安樂啊！有人殺，有人慘過我添，唔瞓得。唔係，我真係好中意呢啲㗎，好中意啲靈異嘢。OK。但你細細個已經中意定係點樣㗎？細個會驚㗎，我係中學。高中開始都中意，就中意呢啲，所以嗰陣時係咪即係最初有啲男仔主動約你去睇啲恐怖片嘅時間，諗住可以拖你手仔，點知都完全失敗，因為你好興奮。我真係有試過，我以前中學嘅時候咧，有啲男仔 friend 真係約我去睇恐怖片，點知佢自己驚到走咗，驚到死啦，跟住我仲要咁樣，我手揞住佢，咁樣唔使驚，幫住佢啦，跟住我就喺度自己睇咯，完全係。哇！但我係嗰啲又要驚又要睇嘅人嚟嘅，即係有次咧，我記得我係真係好驚咧，然後我係喺個戲院度尖叫啦，然後我尖叫聲係同女主角個尖叫個頻率撞咗，所以冇人知我尖叫。幾好喎呢個，有趣有趣有趣喎！好 ，OK， 第二條，你希望有事業冇愛情，定係有愛情冇事業？哇！难有答案未？有爱情定有事业啦，即系总之我哋冇错啦。好，曾经有情有事业定系有爱情？好惊啊！呢啲准备惊添啊！三二一，有爱情。哇！咦？暂时嚟讲，企晒身啊！所有你上面公司嗰啲人企晒身啊！上面公司好惊啊！啲宣传大员啊，企晒喺度啦。唔讲嘢啦。系咪因为都想盼望有爱情嘅感染，令到你？在處理情歌時間會多啲嘅經驗啊、幫助啊嗰啲咧。因為我是一個很重家庭的人嚟嘅。如果我真的未來有男朋友的話，我不當他是一個情侶啊。即如果真的認定了的話，我當他是我的家人咯。哇！係啊係，同埋我是很想有自己小朋友的、所以你會有機會，如果遇到好的話，你係唔會介意早婚的我不介意的，我可以而家都。咁你又唔好話而家，你真係嚇死人！真嘅真嘅，我未 ready 喎，你儲下錢先啦你啊！我以為我啲窮鬼，我以為我添，諗多咗添。
唔係，咁目前梗係事業為主啦。咁但係都會想有一個男仔，佢可以同我一齊，可能一齊十年啊、十幾年或者七年都已經夠噶啦。跟住就結婚，然後小朋友有自己嘅家庭，跟住再一齊拼搏。咁即係佢計咗時間俾你聽啦，即係廿年到啦，三十歲之前應該有機會啦。OK， 我俾心機啊。OK， 好啊，錢先啦。OK 嚇，好嚟第三條題目，你。如果有得選擇的話，你寧願另一半是精神上出軌，還是身體上出軌？哎呀，你可能有機會會遇到的嘛。怎樣為之精神上出軌？即是他沒有跟人發生關係的，他只是齋喜歡他，想著想著 Linda 這樣。如果他身體上出軌是即係佢可能已經同阿 Linda 已經有發生關係，但係佢中唔中意佢嘅先？唔中意啊，中意你㗎。佢淨係喺個身體上面出咗軌嘅啫，係咪好撈舊咧？係好難揀咧。嗱，依個咧你遲早會要面對嘅。可唔可以唔揀？嚇？遲早要面對。唔係你遲早實會有一日唔知發生咩事要面對㗎嘛？咁啊係。你諗咗先？諗定先咁係咪？都好嘅，為最壞嘅嘢作咗打算先。但係我接受咗佢呢個出軌，就係我唔會繼續同佢一齊。冇所謂，總之你原諒佢啦，即係寧願咯，寧願精神上定係寧願佢身體上？身體上邊咯。好。OK， 有答案啱唔啱命 ？OK， 有。OK， 三二一，精神上。誒，哇！加油！我哋已經成功咗啦，五條裏邊咧已經中咗三條啦，耶！好啊，喂，首先問啊，黃淑曼先，係啊，點解你會咁樣選擇咧？唔係，即係佢啊，點樣好咧？我覺得佢冇喺。我的底線是不可以在肉體 上面出軌，有任何的接觸我都不行，連拖手我都接受不到的、拖手已經出軌了，已經算是出軌了。玩 Q 了呢？不行，我都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佔有欲很強的。 okay. Okay. 如果是精神上出軌，即是我們有商有量，而且他可能一時糊塗的，不是身體都可以一時糊塗，就算怎樣也好，他出了軌我都不會原諒的，怎樣都是我會離開的。但是我就在離開的前提下，我希望他沒有跟別人發生過任何肉體的關係，沒那麼痛，沒那麼痛。你看看，就是經過這幾條題目，我們已經更加深入了解黃淑曼，不是我們，是天恩更加Speed dating 成功！好啦，今日既然咁成功喺呢段時間咧，首先祝願黃淑曼翻到去英國讀書咧，一切都順利啦。謝謝，期待咧，你總之一放假就翻返嚟香港錄新歌俾我哋聽，好冇？好。